有可能是微笑，虽然是在室内，但是雾二在室内其实它的效果是可以的，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在室内飞。现在是尾灯绿灯装闪，证明是这个视觉定位，我们直接起飞。室内起飞需要把地上给它关掉。测试而已，所以才会在室内飞，大家希望不要模仿。 OK， 这期视频就这样，给大家发货吧。然后有需要物二的还可以，还有要是说呢你预算没那么高，但是又喜欢这个外形想要装一装的话，那还可以考虑一下那个物一。物一你可以购买一个 X5， 获得一个跟物二匹敌的一个摄像能力，X5相机最高是拍摄 4K25 帧的一个规格，也就是一个电影规格嘛。然后要说预算还不到物一Pro的话，还有一个物一2.0，2000多就可以拿下。